欢迎各位大家，各位善男信女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三姐一好玩了，哎，靠，这个不怎么打的，现在几只了呀？有啊，无啊？立马删了。都是我们喷泉罐的。上面进去过了没？还没。还没，新的还没。来，检查外罩还没有了。欢迎。
Thank you.
点摸你那个。
好想帮我解帽子，不然我进不来了。这知道大家有多么愚蠢。办公室坐。Thank you.
提3000我讲的，我讲啦，我讲一句吼，先我讲一句，我有一个叫做戏剧家，演戏剧的人后来成了我，叫做戏剧。还有人在画家，除了到做不得画家。还有人是这人变成为什么？因为我很多哦，这个任何东西都有心。如果你悟到那个心法，有整个心法到你修行的成就，就飘啊，有点像梵谷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到。这鱼画的也很卡哇伊，这个很艺术。这小孩子超卡哇伊的。这个是鱼跟的荷花。错，小心眼目。曾庆功的后山，这是奠基，奠基石。小心哦，很滑哦。
找老师对不对？没看到哎。